大家好，我是死佬，死佬今日又嚟打机机啦，我哋继续玩翻呢个冤恨摇篮曲，今次系少女嘅审判新游戏啊，唔知道会见翻之前嘅星也或者咁样样，其他人此恨无绝期，咩此恨无绝期？好恨啊，好恨啊！唔系阿俊，阿贤系对唔住阿贤，阿贤对唔住，救命！点解会咁？阿贤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恨佢，我恨佢，我恨得想要 X 佢哋，我恨佢哋 X 咗我。X 系咩？既然我有咁多嘅恨意，不如 X 佢哋。呢啲 X 系咩意思啊？吓，但系 X 有好多字面。X 呢样呢个圆圈呢样嘢系好多字面解释，点？好有呢、這个圣母玛利亚嗰个画风，唔知点解唱过第一集好多，好似系。咦？我点样样啊？你总算醒过嚟啦，吓、啊，咁就快啲行动啦。诶、欸，路上小心啊！诶、欸，呢度系边一度啊？啊，唔好啊！我系边个啊？睇得多大王？诶、欸，你唔记得啦？你咩都唔记得咗啊？系啊，你呢个白痴吓、啊！我勉为其难愿意帮你，而家好啦、啊。做咩啊吓？自己先唔记得吓咩、啊、事啊？发生咗？对唔住啊！哼，算啦，听好啊！呢度系怨恨漩涡激荡嘅临时嘅现实世界，亦都就系所谓嘅现实中嘅理想中嘅幻界。怨恨之间，哇！无啦啦做咩咁深究，变咗咁科幻嘅呢件事 ？Hello， 欢迎。点？怨恨，亦都可以理解为。是由你充满怨恨的记忆所演发出来的现实世界，这个空间的存在意义只一个。Hello， 欢迎，就是消除你心里面的怨恨。恨？你对某一个人抱着强烈的恨意，所以我才会带你来这里。在这里不会受到道德或者法律的约束，也不需要保持什么危险，可以肆意妄为地发泄你心里面的怨恨。是至高无上的乐园，来啦，恨啦，怨啦，去圈他们，将你所有的恨意爆发出来啦，你的恨意永无休止。什么恨意？我是话未 say hi 是咩 ？Hello。你唔使勉强自己噶，等你慢慢想起嚟再决定都唔迟噶。冇事噶，平静一啲啦。呢个系俾你噶，得到咗学生手册同埋一面化妆镜。呢一个我嘅学生手册，系啦，呢个系我的名字啊。我叫火威明，火威明咁男人嘅个名，撞你个鬼！系彩之宫学院国中部嘅学生。系啦，就系、是、咁样样啦，一啲咁样谂起，慢慢进步就得噶啦。咁幽怨都话系爱情 game 有冇搞错？好啦，写四符先。火威明完全唔似女仔嘅名，除咗喺度制服先吓，除咗蓝色毛巾会加防御力咁啊，加翻先。两个女主角都好可爱，白色头发嗰、那个，冇眼吓，白色头发嗰、那个小咒呢、這个丫头啊，仲系咁心软嘅，先冇呢一回事啊！我喺度赞紧你啊！这个你哋到底系将门，佢系小咒。呢个小丫头，唔好纠结我哋嘅身份。喂，呢一个系小丫头啊！小丫头就系小丫头，叫你小丫头就够啦。呢个小丫头仲有我哋长辈，你要有礼貌啲啊！冇听见啊，小丫头，小丫头完未啊？你一直系闹交，快啲烂啊！唔好阻事。应该我投唔到胎咧，所以我哋一啲，我谂系应该类似冥界嗰啲咁嘅感觉，因为投唔到胎，睇个样子，冰之间，树之间。喂，但系呢一集咧，同第一章嗰个咧，完全系唔同噶喎，那个概念啊，水流从地下上面涌出嚟，有啲水之间 ，OK， 系咯，完全唔同概念噶喎。呢只 game 我发觉，有个人喺度，海之间，
喺啲咩人度？呢一个系咩嚟噶？唔知喎、啊，睇下先。男孩用悲伤嘅、悲痛嘅眼神望住呢一边，佢系边一个咧？我感觉好熟悉哦。OK，Hello， 欢迎。好啦，咦，周围都锁住晒，问好问好之间，岩之间，一只狗，一只狗好似皮嘅，咁惊吓大佬。好啦，入去唯一嘅两个地方，同埋删细声啲 BGM 先，好似嘈啊，对我嚟讲。咦，呢度系现实世界喎、啊，点？喂，点解全部都咁怪字嘅？睇唔明。Hello， 欢迎。太阳公公嘅闪耀。我以前好喜欢这本书，每天都会读。他们两个一边笑一边不厌地反复地我和哪一个一起读啊？好奇是这记忆串行十一谈。这个是薄伽丘的作品，一个人聊十个人描述的一百个故事。我明明是跟哪个讨论书的呢？不得啊，我想不起啊。好奇等一阵啊，等我删细声翻少少。BGM 先，继续。Hello， 欢迎。点？睇唔明，怪姐正常 ，N 就会见到。OK， 姐，好似人喺度喊紧咁样样，好似感觉好似有啲乜嘢？系咪我系咪即系呢个系我嘅尸体咧？但系点解好似咁长咁样样咧？那個人在那裡哭，但流出來的好像是血淚那些，來特意開個新 AC 看你的片，為什麼要特意開個新 AC 呢？那些又是那些尿膠壓的那些，應該不是吧？那就行了，姐好，但是沒什麼東西，快爛不阻事，拼將門，將門一生氣的時候就會很得人怕的了，不過他心情很好，雖然我只是看到他恐怖的一面。雖然手上有化妝鏡，化妝鏡有什麼用呢？真实用的东西要惨先，呢啲嘅睇下先，化妆镜呢度有篇嘢，哦呢度系嗰啲解说嗰啲嚟，音乐游戏，诶睇下先，悲伤啊，佢系边个咧？好熟悉，如果呢度用化妆镜得唔得？唔得，我翻手擦唔得，咁我哋应该做啲咩咧？我唔明喎、啊，我唔明，我哋应该死人嘅时间先用。Hello， 欢迎。啊，好塞啊！鼻问好，睇唔明，有人喺度喊，正放住红色嘅花朵啊，我好中意呢啲花噶，冇咯噃吓，佢净系不断喺度回忆，咁但系我哋，算我哋继续睇下周围啲嘢先，同埋喺度喊紧，呢个人系感觉好似有啲嘢，但系我哋又冇反应。哦，系啊，你系咪想我仲帮你 band 多一次啊？我都唔系好介意嘅，因为其实陌生嘅植物喺度成长，其实你用 game PVP VS 都可以照睇，只不过系冇得留言啫嘛，几好，好似有啲枯萎。喂，但系而家我哋做啲咩？我真系唔明呢，睇下先，我穿过呢度大门紧闭住，我哋系咪用化妆镜可以将啲嘢反射出嚟？又唔得喎，小姐大人登场，欢迎。考试先嚟见面，好似就有啲枯萎，岩石挡住咗去路，树枝挡住咗去路。但我而家要做啲咩啊？卡关。呢度有几个人喺度，我觉得应该啲死咗嗰啲嘢，但系喂冇啦呗。呢个我要边度行？哎，终于出嚟啦！终于都，我点知啊？点解会咁样噶？呢、這个阿头真系好多事啊！草之间前面有啲牙，你将佢踩咗咪就得咯。哦 ，OK， 草之间啊，即系呢度啦，系咪喺呢个树之间嚟？草之间就呢度啦。对唔住啊，将植物嘅牙叶踩烂咗。哇，点解有血噶？但系牙叶还牙叶。OK， 太好啦。呢度系唔通呢度系天道？我觉得应该类似地狱嗰啲 fan。你系？你愿唔愿意宽恕我啊？你系宽恕你，跟住我哋去咗前边，系咪跳落去？应该冇其他地方。听到呢个音乐，不其时想，唔系啊，
都真系几恩，几温柔，跳落去啦，我哋。点解？大家都只系注意小明啊！小明边个系小明啊？可可个男朋友啊？点点点？叮咚叮咚，系咪恐怖 game？ 可以咁讲啦，恐怖剧情游戏咯。哇！突然之间充满住恶意嘅声，即系好羡慕小明，唔使努力就咩都好。唔系啊，我，咦？原来我就系叫小明啊！喂，究竟我系男仔定女仔？边有人叫小明？火威明边有好古怪嘅名？点解我叫小明？点解我系个女仔要俾人叫小明？唔使，小明唔知生得靓啊，佢嘅心地仲好好添啊！讲紧咩啊？你哋啊？啊，我都想好似小明一样生起嚟就一个靓女啊！其实呢张相系咁犀利，正中间嘅一排最前边被坐就咗，千祈唔好接近啊！正中间嘅一排最前面被载走，千祈唔好接近。咁我哋要接近一下先得。火威同学真系了不起啊！成绩同埋学习都咁好，系啦 ，X X 数像绝对冇办法比啊！系咪真系讲紧我咧？其实点样样啊？自动铅笔唔见咗啊？嗰支系我最中意嗰一支嚟噶。咩啊？自动铅笔系咪我诶团结同埋友爱？但系呢个好明显就唔系讲紧团结同埋友爱嘅感觉咯。最恐怖嘅助咒柜桶，做乜嘢事？林之恩，诶，我一掂完之后都变晒样，跟住我开始融咁样样啊，大佬 ，game over， 好过分，话死就死，好在我 save 咗啫。睇先，点样样啊？自动铅笔唔见咗，呢只系我最中意个支嚟噶。是不是即是借了原筆应该这个是我是不是做什么我想看一下旁边的杂储物柜、啊。是啊不好意思、啊、阻住你。OK, 哇这个是什么来的得到自动原筆。我还回自动原筆给你。啊我的自动原筆啊。多谢你啊我找了很久才都找不到啊。你叫什么名字啊火威明。啊小明啊请多多指教啊。你是叫。哇诶，我问佢叫咩名啫，佢唔使成个跌咗落去啊，跳落去，跳咯，系咪同呢个朋友交往咁样样？真系唔公平，真系唔公平啊！老天太偏心啦，点样太偏心？四分唔有，就睇下 game 哦 ，OK 好，我冇特登，小明一齐读书啊，吓？哇蟹等我一阵，唔准用计数机，唔准用计数机，我实计错噶。等一阵啊，我手计啊。等一阵，等一阵，同学，等一阵啊，等一阵啊，等一阵啊。149×62，啊，对，死啦！太耐冇计乘数，唔记得点计添。等下先，嘟，啊系，记得啦。首先前面个位加翻个零，跟住系咪前面位加翻个零咧？点解唔记得晒乘数点计嘅？死火啊！我而家突然间发觉我数学唔识啊，点解会咁样样噶？等一阵，冷静啲先。前面加翻个零啊嘛，系咪啊？系咪？69×54，46×24，24+5=29，61+68，吓咁大嘅咩？算。29=18，24=8，九，21=2，啊啱，系咁大嘅，系咁大，冇嘢，傻咗，13、12、9、9=28，9=28，我突然间唔记得晒数喎，点计？答错咗，吓答错咗咩？系咯，哦9=38，系咩？9=38，系喎，9=38，唔好意思啊。9=38，答对咗啦。第二条问题，呢个系咩咧？吓，点睇都系白斑蝶啦，系咪先？答错咗啦，吓，一齐读书撞你个鬼。呢个系大白斑蝶，答对咗。第三条问题，喺坦丁嘅表示代表作里边，神曲之中一开始引导坦丁嘅古罗马诗人系边个？
拣最长名嗰个啦，答错咗啦，系咪入边有答案噶，大佬？嗰、那个金色头发唔系 XX 同学咩？啊，真系佢啊！细声啲啊！如果 XX 同学好似好中意火威同学咁样样啊，甚至对佢死心塌地啊！真系，点解某个同学冇反应嘅 ？XX 同学同埋嗰个男生啊，就系话嗰个咯，做乜嘢？学校图书馆嘅书籍丰富，真系好丰富啊，几好啊！火威同学要找的人不在这里，虽然我们是死党，不过都不是成日在埋一起，对不住。OK， 边个呢？图书馆请保持安静。会唔会有啲咩答案咁样？我咪答错会惩罚，我都以为是呢、这个小明啊，下次先同我一起玩啦。OK， 呢个应该就是暗恋我哋嗰、那个 X 姐，真心唔记得。诶，呢度有讲坦丁神曲，我个知代表作啦，但系佢边个人？代表作，咦？呢度有写喎，等阵啊！佢麻烦就系呢只 game 咧，佢前期咧完全冇 BGM， 搞到好鬼死正局。有讲嘅印度人叫做哦维吉尔，我知啦吓，答对。大白斑蝶答对，维吉尔答对。小明真系犀利啊，同我完全唔系同一类人，唔系啊，啱啱撞咗几次咪识咯，真好啊！小明唔使念书都可以攞到，小明唔使读书都可以攞到满分。啊，唔系啊，我冇咩咁完美嘅。哇，点解次次同佢讲亲？点解次次同佢讲亲，佢都会无啦啦跌落去？你可唔可以听埋我讲嘢先啊，大佬？死都系都系要答常识题，呢个灭快我知，坦丁啊嘛。点解小明咁聪明？点解我咁蠢？点解小明咁受欢迎？点解我朋友笑得咁可怜？点解都系小明啊？点解啊？点解啊 ？OK， 咁冇得解有时啲嘢啊，朋友呢回事，即系有啲人天生丽质，有啲人多朋友，好麻烦呢样嘢，好难减。火威同学，有人托我带个话俾你，我准备咗好多小明中意嘅红色花，希望你能够高兴啦。你问我系边个讲？理得佢边个讲啫？除咗佢仲有边个啊？佢准备向你告白啊！不过你肯定会拒绝噶啦。因为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嘛 ，OK， 已经有喜欢的人，那你仲帮佢，你仲帮佢铺桥补路嘅喂，大佬。火威同学最近同 XX 同学的关系不错啊，哦，系啊，就是话啱啱嗰个女仔，不过有啲意外。你睇下，某某同学根本上成绩都不好，运动又不好，点样讲呢？就是一个不起眼的人咯。所以有啲唔系好明白点解火威同学会同佢嘅关系咁好啊，好难讲啊，即系。朋友关系呢啲嘢咧，唔系成绩好或者唔系运动好咧，就系好朋友唔好朋友咁样。你好似搞错咗啲交朋友嘅关系咯，我觉得。某某同学其实个人都唔错啊，虽然佢嘅人系唔错啊，不过智商太低，做咩都唔得嘅。副位同学同佢咁好，会唔会觉得好攰啊？佢哋根本都唔系同一个世界嘅人，居然成日喺埋一齐，真系唔可思议啊！系啦，哈哈哈哈。好多好贱啊！发觉啲同学咧成日喺度嘲笑，成日都嘲笑。通呢个女仔杀咗小明，咁啊好难讲。但系应该唔会佢。哇！我都拗一拗个鼻咁啊死咗，撞你个鬼，好过分。朋友都好少，真正嘅朋友真系好重要。系 ，Oh no！ 使唔使我玩一张更加清楚？使唔使？冇所谓，唔好太得意忘形。呢、这个人系专门虾呢个女仔嘅，睇嚟啊 ，CS 服好痕啊！我鼻唔知一玩 RPG game 咧就撞你个鬼。呢度等我 CS 服先，哇！咪俾佢吓亲，撞你个鬼，真系完全估佢唔到。同埋啱啱玩 Hitman 玩得太激动咧，我而家喉咙有啲痛啊！顶，睇下先，九二三八，跟住系大白斑蝶，跟住系。维吉尔，唔系即系朋友有好多种咯，只可以讲唔可以，即系有啲朋友系好难可以交心，咁啊啲啲啦，咁当然好，已知会被告白啊，呢啲我唔知使唔使读一次，但系都系读一读先咧。你唔系我嘅朋友，死佬，我冇话做你嘅朋友啊，系咪先？你咁。咁 care 呢样嘢，咁咪唔系咯？我好 care 啊！走啊！诶、欸，我会行错路啊！救命啊 ！Oh fuck you！
神秘嘅预言，好嘈啊，同埋啲镜，同埋啲声。行呢边，行呢边，行呢边，死咗女朋友。咁啊，喂，顶又嚟。哦，我发觉我行错路啊，应该行左边啊，应该。果然，我都估到。佢咁样俾得你咧，系行左行右，跟住再行翻右或者行翻左。呢、這个系咪废话咧？对唔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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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唔住。行呢边。可以行呢边。成功！哇，好难哦，左左左右左右左右。点解？啱啱嗰啲系咩嚟噶？谢师傅，又系另外两个同学。点解啊？某某同学对你呢啲咁嘅人讲紧咩？行花道。哦，系、哦，你咁都留意到，我冇留意到啊嘛，太急啦啱啱。同色花之路，哦系、哦，你哋讲先知。其实好多人，我啱啱就系凭感觉，好多人都系妒忌喺关怀话咁啊系。小明真系好抢手噶，其他同学又咁靓仔，好多女仔追佢，你知唔知啊？你咁样太狡猾啦！边个啊讲紧？同埋周围啲湖水变咗黑色，咁啊系，因为爱啦，因为朋友啦，因为金钱啦，好多嘢都可以成为嫉妒嘅理由嘅，尤其是系现实世界啦。即系有啲人系莫须有噶嘛，妒忌系莫须有都可以妒忌你噶嘛。小明，你嚟咗啦，点点点。这个你可能已经知道了，我喜欢你，请你跟我交往。对不住，为什么？是啊，我在这里被人告白过的，虽然我不太记得他的名字，而我拒绝他的理由就是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所以对不住。是他啊？吓，嗰、那个一啲存在感都冇嘅矮仔，生到一个女仔样咁嘅样嗰、那个，点解啊？小明，我比佢靓仔咁多，明明我比佢更加犀利，你话我到底有咩比唔上佢啊？收声啊！唔准你咁样同佢讲啊！对唔住，我想一个人静下。OK， 系啦，恩爱成恨。告白失败，原来嗰个女仔嚟嘅，撞你个鬼，会唔会系女仔？哇，我真系分唔清楚，只惊啲男女嗰啲样啊，大佬！你点解要撇咗嗰个同学啊？真系唔敢相信啊！如果系我嘅话，一定会高兴到喊出嚟。我唔系第二个男仔嚟嘅，讲紧，原来唔系佢。但系小明就露出一副好为难咁嘅表情，你咁样太狡猾啦！你点解飞咗嗰个同学啊？点解同学会选择你噶？如果嗰个同学冇中意你嘅话，又点解会受到呢啲咁嘅伤害啊？哇！睇嚟你两个都好中意佢啫，咁你哋两个近咗佢咪得咯，系咪先？好简单，点解一定要我近啫？如果立场唔坚定，好难答。同自己告白嘅男仔都唔系嘅，你试下整个白两金咁嘅样嘅嚟同你告白啊！你一定会好坚定，你一定会好坚定。呢个 game 咁 Q 多嘅，唔系就系、是。系咯，我唔知点解，可能因为呢啲就系所谓嘅隐喻啦。小明已经烂到喺骨子里边啦，睇唔起我呢啲低等人一样嘅女仔，当我好似白痴咁样玩，暗地里喺度大声大声咁嘲笑我啊嘛。系咯 ，OK， 佢应该喺度开始用啲闲言闲语喺度扰乱我嘅生活，我觉得根据嗰个男仔嘅告白咧，失败咗嗰啲贱人一定会咁样做，唔使恨，唔使怨。佢真系因为妒忌你啫，快啲翻去啦！你系听讲啊，火威同学啊甩咗啊边个啊？真系啊，边个咁好嘅男仔学校都冇噶啦！火威同学要求真系高，就系、是、咧感觉有啲核突啦。系啦，果然而家一开始有风言风语，拒绝你咧，啲贱人啊开始留翻啲咁嘅声，贱声喺度。我中意嗰位同学噶，火威同学真系狡猾啊，真系好狡猾啊！影响住流言风语，火威同学好似将某个同学激嬲咗啊！系咧，你话嗰个同学啊，嗰、那个同学一开始系见到火威同学唔爽噶啦。系啊系啊系啊，嗰、啊那个同学好正，嗰、那个同学今次真系彻底爆发咗啊！啊，好得人惊啊！女仔嘅妒忌火真系好鬼恐怖嘅啫。系啦，火威同学，你点解要护住嗰位同学啊？咁样唔得噶，大家都讨厌嗰个同学，你亦都从善如流先得噶。接住落嚟。
被欺负的人就令到火威同学的了，如果不是的话已经迟了。是的，我已经进入这个，因为跟那个所谓的低能，即是那个比较蠢比较其貌不扬的同学呢，不是，如果真的话我很难决定，不过性的确有。看你怎样的，我觉得即有些人是很，你很快就会一定会拒绝他，有些人你本身不喜欢他 你不会觉得很难拒绝，只不过是你都有些 feel， 所以你才觉得难拒绝，即是你怕做坏了件事。中国人就是这样，中国人是那些很叫做很危半危险，我不会说危险，即是要对得住人对得住良心那些，不想人家不开心，中国人所以呢就会这些就会想，但是好像其实想不来都没用，不会，即是不啱就是不啱的，有时啲嘢。小明真是倒霉啊，他得罪了某某同学啊，虽然甩了什么都不是挺好，但触发到那个同学的话眉头更加了不起啊。好圈圈好圈好难读，不要跟我讲嘢。这个啊冇咩啦。为什么都是小明啊，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刚刚才是成为朋友，不要跟我讲嘢。小明已经不是我的朋友了，哇，这些女人我都不想跟她做朋友了，顶。周围都是闲言闲语，周围都是废物，一句句都是贱人。同埋咧，硬系有啲咩 T E 笑嗰啲人喺度。好啦，我哋走啦啊！即系因为我群咗嗰个同学咧，就会咁样样，好贱咯。系啦系啦，我慢慢谂起嚟咯，谂起啲咩啊？咁样就啱啦。呢个系小明应得嘅报应嚟，佢应该受到欺负嘅，所以而家孤立小明应该系啦。呢一个系。这个小明啊，那个之前我帮他，我的镜啊，不得啊，那个镜对我来讲很重要的。某某同学，将那块镜敲烂他。啊，停手啊，那个是我哥哥给我很重要的。啊，你们都听见了是不是啊？他说哥哥送我，哎，真的很噁心啊，兴控啊。某某同学，我们是不是朋友啊？是啊，停手啊，俾翻我啊！顶你个肺，真系敲！呢啲同学真系贱到无聊，之前帮佢揿完笔话话咩朋友，突然间贱到爆炸。我冇错噶，有时过节都好寂寞，所以拍直播，大家嚟吹下水。叮咚，呢个就系我哋嘅怨恨。欢迎来到怨恨的地狱，我开始恨他，欺凌加自杀，不知道啊，这些有，我想起来了，你是草原盟，是我的同班同学，这里是小明，为什么小明会，难道是鬼魂？你是来报复我的，是不是？因为不原谅我欺负你，所以变成为怨灵，我，不好啊，我不想死啊！想死咩啫？我冇话搞你，大佬，死啦你！冇走啊你，有啦咩？冇啊！宽恕佢，唔宽恕佢，唔可以饶恕。吓、啊？跟住就咁惨啊！咁有咩？有咩？点样解决？哦？咦？咦？我一直喺度谂咧，佢系咪集成一个 N 嘅咧？等我谂谂先。我惊有几个 true N 要拣，咁又好麻烦呢啲。我 save 喺个底嗰度 ，keep 住 save 啦。我而家总之而家行嘅路线就全部都系唔宽恕啦，因为我觉得唔宽恕咧，应该去 true N 唔系去 bad N 嘅地方会多啲。